王源 ins 更新了 ，surprise coming up， 新歌快要到来喽。近日，王源更新了 ins， 配图是满是乐器的音乐室，并配文 surprise coming up， 后边是一连串的表情符，这些表情符有麦克风、钢琴、架子鼓、吉他等，再加上王源配的这几张图，相信我们不难猜出王源在为新作品的创作而努力着，在为我们准备着惊喜。近日娱乐微博发布了一段视频，视频主题是王源最能打的五首歌，分别是答案、花瓣、鱼缸旅馆、圆舞曲、四百击，相信大家一定听过这几首歌。今天是由王小帅导演执导的电影《地久天长》上映三周年，王景春、咏梅凭借此片摘下当年柏林电影节影帝加影后两座银熊奖，也是王源的大银幕首秀。由王源演唱的推广曲《友谊地久天长》更是深情满满，由此可见这一次王源一定能够带给我们不一样的惊喜。